跟走之前一样，还是那么热闹。<笑>那我呢？一样吗？比以前漂亮了一些。<笑>刚才你在你家闹得也太凶了。 害怕了？我怕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怕谁也不怕你。你不觉得我是个疯子吗？<笑>疯子怎么了？我觉得你对我还挺专情的。日本人在的时候，你找我玩；现在日本人走了，你还找我。只可惜没记住你的名字。你那是装的。 不过记没记住也无所谓。南京沦陷的时候，我是舞女，现在光复了，我还是。那咋了？我觉得这样挺好啊。<笑>你今天想跳什么？伦巴，还是华尔兹？今天晚上不跳舞。 委屈你了，我得先走了。你不跳舞了，可是你给的钱够跳一晚上了。今天确实喝的有点多，想早点回去休息。既然你给了钱，我就给你点有价值的。什么有价值的？你那个大哥曾经来舞厅找我打听过你的消息。你能跟我说实话，很好。 当然，因为你是我最好的客人。我真的要走了。